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9月9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7月19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好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悬疑啊综述节目啊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喂喂，喂，你好。哎，这位听众，我听不到你声音，可能你这个线不大好，要么只能待会儿再试一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台长听不见你声音啊，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。好吧，那只能待会儿再试试看吧。真的是很可惜，你等等啊，我 try 的另外一个试试看啊，你等等啊。喂，听得见吗？没办法了，听不见，只能换了。哎，我叫他一等，他不挂了，那就只能等十几秒钟了。哎呀，那么台长呢，跟大家讲啊，学佛啊，我们人啊，有时候。啊，我们说怎么样来啊？这个不着相，一个人学佛守戒律就是不着相啊。那么要特别当心啊，特别当心，就是不要随随便便做错事情，因为随随便便做错事情，他的因种下了，能等到你哪一天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他的果报又来了。所以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啊，就是佛学什么我们就学什么，佛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。佛在慈悲我们就慈悲，佛在救度众生我们就救度众生啊。所以不管怎么样啊，我们都是要这个心里要能够明白啊，我们真正的学佛是为了心里的干净啊，境界的干净，精神上的干净，而不是为了某一个啊别人，好像为了自己啊。喂，你好。好，喂。你好。你好，卢台长，您好。你好，讲吧。啊。请讲。Hello? 请讲。啊，我想请问你两位家人啊，讲吧。第一个是1963年，属什么的？属兔子。63年的兔子是吧？想看什么讲吧，啊、女的男的？啊，男的。63年的兔子，男的想看什么？看他的图腾，还有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图腾嘛，全部都叫图腾。你要看身体、哦、还是看事业，还是看婚姻，还是看钱财？身体还有事业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他是走有点走下坡路。走下坡路。不如以前生意好。而且身体也不好，身体也不好啊。他现在的脖子，我从上面看下来，脖子酸痛，脖子酸痛啊，心脏有一些心动过速啊。啊好。然后呢，腰不好啊，腰不好啊，脾脏不好，就是胃肠胃不好，肠胃不好。还有这个自己的那个啊，腰不好，刚才讲了。还有就是泌尿系统不好，小便多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小便多是，我跟你讲了，你要好好教他念经了，他不相信有什么用啊？没有，他一直都在念经，他现在还在念经。他还在念经，他为什么？哦，那可能是业障多一点，业障多。
人倒是蛮好，脾气很倔，倔在里边的。啊，是。对。啊，而且这个兔子，这个不太喜欢东跑西颠的，因为兔子一般是跑的嘛，它不大跑。它就喜欢守本分。对，在工作上面是非常守本分的，明白了吗？在家里面也算守本分的，他很老实啊，被你在很多地方都是管住他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你要现在要给他多念点心经。我一直叫他加念他的心经，他的功课应该怎么调？你叫他心经呀，心经要加27遍。他现在念21，所以加到27遍。那么就是这个大悲咒也要加多加几遍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还有啊，事业上好，你要叫他多念点准提神咒。准提神咒，还有姐姐咒。姐姐咒，好。好吧。姐姐咒是就是这么念还是？那前面讲呀，请化解我先生在工作事业上的阻碍。我现在念49遍姐姐咒，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化解我先生某某某在工作上的阻碍，会讲不啦？好。好吗？他自己念好吗？可以啊。好。所以他心境，他的身上有没有灵性？身上有灵性。哎呦，在心，在喉咙和心脏这个地方。喉咙跟心脏。所以他会经常咳嗽，喉咙干，很干。然后心脏经常不舒服。那心脏心跳很慢。对呀，不舒服呀。不正常呀。不正常。太慢也不好。师父他应该他应该念多少张小房子？87张先念吧。87张。好吗？好。好啦。连还可以问我的儿子95年的属猪。很好啊，你儿子还可以啊，没什么大问题啊。还好。那他的他没问题，他就是稍微有一点点，就是不大开心，经常。是。喜欢一个人，不愿意跟人家接触。经常晚上出去，很迟才回来。对啊，谈恋爱你不知道啊。大概知道，但是就是，这还不懂啊？晚上出去能有什么好事了？你想想，你过去跟你老公两个人晚上在外面嘛，就是谈恋爱呀，不谈恋爱还谈棉花啦。台长，他会不会开始念经？因为。他一定会念经的，他很有佛缘。对，就他很相信，可是就是很难开始。对，很难开始是什么？很难开始就是我有进我，就是有一次叫他坐下来学念，他就好，可是就是说我不会读，我头痛了，他就很难。你一点点来。他懂国语的，你先不要叫他读经，先叫他看台长的 DVD。听不懂啊？先让他有兴趣，有兴趣了才能读。你现在他对台长没兴趣，他怎么会跟着我学啊？他是很相信，而且我们请了观世音菩萨指向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打电话问我还是我问你啊？对不起。你叫你把 DVD 给他看。看着他会开心的。他经常不要待在家里，很难叫他看。就是啊，抓住他一次就看，抓住他两次就看，看到最后他会有瘾的。哎呦，好啊，我喜欢听台长讲，因为台长讲的东西非常契合年轻人嘛。是。好吧，
好。他不愿意学，你就不学了。他不愿意吃饭，你就不让他吃饭了。没有，我一直尽量在，因为他要我写汉语拼音，我就已经尽量的把先叫他看 DVD， 听不懂啊？好，好，听得懂，知道了。好吧，好了好了，好，再见了。对不起，台长，可以帮我看我的佛台？佛台还蛮好，蛮好，好，有莲花，好了。有莲花，好好，多看点智慧吧，教育别人要有智慧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知道，再见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台长啊。哎呀，你好喂。台长，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房子要卖了。他真的这个人经常打得进的。哦，台长。啊，讲吧。陈荣的那个陈建霞的陈，荣，荣誉的荣，荣幸的荣，荣华富贵富贵的荣，杰，杰出的杰。陈荣杰。下面是点。什么时候死的？陈荣杰。7月12号，2017年，往生。我刚刚走掉，我看看啊。6302单小房子。男的，女的？陈荣杰，蓝的蓝的，蓝的蓝的，啊，这人很好，在玉界天了，到天上了，还要给他念多少房子？已经到天上了，很好，还要小房子吗？个子不高，这个人，小房子随缘吧，49张也可以，好，听到了，哎，等等。看到一个男的49年杨，他你讲他有菩萨照顾的，是哪位菩萨照顾他？济公菩萨。济公菩萨。好了。他这张有多少？一张42。42啊。但是是27哦。怎么问题他起得那么快的？对啊，他一定做错事情了，讲错话了，你叫他不要在外面再乱讲话了。他讲错话了。出去吹呀、哎呀，我有菩萨罩住的，哎呀，我怎么，我是什么什么菩萨来的，不要讲啊，一讲业障就巴拉巴拉上去了。明白了。他的太太39是有关口，有关口吗？有。有关口啊？要多少小丸子？78。78啊？有没有灵性？有个女孩子，现在老缠住她。要多少张小丸子？大家叫她自己不要先刚刚先刚刚去盯住人家女人就好了。好，听得懂吗？叫她听录音吧。好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好了，再见。帮我看一下，我帮我。不能看了，不能看了。今天时间特别宝贵，今天不能跟你讲了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台长。好了，再见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今天不能看了，好吧？再说一次，台长，我这些账有多少？我71000多，有没有需要少一点？你还是27。我是27。好了好了。哎，帮我。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了啊！再见了。哎。一个孩子不能不自觉的，不自觉嘛就没有讲了，对不对啊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喂喂，我听不见你声音啊！倒计时开始，3、2、
一，好了，听不见你声音了啊，没办法。哎，今天他一打电话的人一多，他电话线就站着呢。所以台长有时候跟大家讲啊，学佛要争分夺秒啊，争分夺秒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你看电话听得到声音进来，他都跳不出来。争分夺秒就是说，每一秒钟都让自己快乐，每一秒钟都不要让自己伤心，每一秒钟都让自己干净，每一秒钟都不要让自己烦恼啊，这争分夺秒啊，每一分钟都要让自己法喜充满啊，每天开心一点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每一天让自己能够充满智慧，你就会每一天过得比别人都好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人生无常，所以不用去执着啊，某一件事情得到了失去了都随缘啊，最主要是什么呢？最主要就是无论如何啊，一个人要懂得怎么样啊，尊敬别人就是尊敬自己啊，慈悲别人就是慈悲自己啊，跟别人能够和和睦睦的活着工作，那么你就能够自己变得越来越平安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卢台长。你好。你好，卢台长。你好。我是1984年的属老鼠的。84年的老鼠啊。啊，我想问问台长，我是什么颜色？84年的老虎是吧？嗯。老鼠。啊，老鼠。啊，你这只老鼠还是主要颜色是偏深一点的，偏深一点。啊，但是你的头啊，还有上身啊，还是可以穿淡一点，淡一点。头和上身淡一点。对，你可以平时呢，可以穿白衬衫呢、啊，哦，下面深一点，好吗？就裤子深一点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个还有，我想请问一下台长，我之前我夫人帮我问过，就说我做的事业是开个咖啡店，嗯、那么我现在想和一个朋友合伙，你看可不可以呢？投资合伙开咖啡店。你属什么啦？几几年的？我属老鼠。几几年的？我是1984年老鼠。你那个朋友呢？我朋友我不清楚哎，几几年属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不清楚。刚刚认识不久的是不是啊？那认识很多年了，一个女的。嗯，嘴巴很会讲。对。哼哼。嘴巴还行。还行啊，像你这种老实人，能跟人家合作的，你有多少钱准备跟人家合作啊？小本经营自己做不是蛮好的吗？因为他熟悉有技术。他有技术，你咖啡馆做不可以的。啊！你说你做房地产的现在？你说你、哦、你问问你老婆看你能不能做房地产啊？不能做，上次我上个月打通电话，你说不能做。现在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老公现在被那个女的忽悠的嘞。觉得自己发大财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像你现在定金也交了，哎，交几千块是不啦？对，交了5500。这像赌博一样。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不会做咖啡店，那他之前找的那个 partner 呢，他会做咖啡店。做了没有啦？还没做，还没找到地方。没找到地方先给钱的，他是 franchise。 哎呀，自己去找嘛就好了，两个人要锻炼的呀，找人家了。哎呀，那你现在咖啡馆还没开是吧？对，还没开。
哦，你单单如果跟这个女的是合作开咖啡馆的话，还是可以的。嗯、如果做其他房地产，不要做。做咖啡馆是。做咖啡馆还可以啊。就什么都是两个人，一人一半。嗯，以后一定会有问题的。现在你们现在买，现在你们一 Caribbean， 现在你们一个人是买不起是吧？嗯。也可以，就是不想投资那么多，两个人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一人出十几万这样子。嗯，这个女的，这个女的你跟她接触过不啦？你属什么的都不知道？以前和她很久之前的同事。啊，诚实不诚实啦？人好不好啦？人挺好的。对人家好不啦？挺好的。被人家骗过或者骗过人家没有啦？没有。是不知道还是没有？没有。嗯，你至少要把他属什么的告诉我的呀。你台长，你帮他看一下，看一看我老公他身体怎么样，行不行？身体不好。身体不好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，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活的海鲜。对对对对对。啊、嗯，本事嘛没有，人们蛮老实，但是呢，经常的脑子里呢还要想自己怎么样，然后呢。啊，胆子么小的，但是看见女人们要花的、嗯、就这个料啊、嗯、听得懂吗？嗯啊，那他需要多少张小叫他好好念心经。嗯，而且叫他好好的念经，他的肠胃很不好。是是是是是啊，看他很敏感，就一吃就很容易。对呀、啊、而且一紧张肚子都会痛。是啊、那要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多少条鱼啊？被那个女的讲的嘞，哎呦，开心死了，骨头轻了，发大财了。现在这样。他那个，他呢是78年的。那个女的78年属什么？对。78年属什么？一般的。我看看。78年。78年属什么啦？1978年属马的。哦，78年属马的。你老公呢？以他的名义。我老公属84年属老鼠。老鼠跟马。嗯。嗯。好了，可以开一段时间的。嗯。可以开是吧？开一段时间，嗯。现在我们找的地方就是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找呢，还是在外面，就是说街边找比较好？嗯，像你们现在，嗯，投资这个情况，嗯，嗯，我觉得，哎，我问你啊，没找到为什么付定金啊？他是 franchise， 他就是要你付了定金，他才给你去找地方。哦哟。哦，这个女的就是 agent 啊？不是 agent， 她也是自己现在给人家打工的，她也付了5500，就和我们一人一半的。你都看见了是吧？嗯。对对对。OK 了，那这样吧，你们现在呢水平不高，先锻炼。嗯。找那个消费现在里边的。行。好吧，能够有个。你看得出哪个区比较好吗？对你们来讲嘛，东区啊，东区比较好，哎，偏东比较好一点，嗯。嗯，台长，我还想看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家的房子好像有灵性。晚上会有声音。对，很响。哎。但是我已经烧了小房子了。左面上面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上面。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哦，我看一下啊。谢谢。68。68张啊，赶快念吧。那行。好吧，你们呢好好学，好好修、这个人还可以，这个人嘛就是跟你们两个人比较会辛苦一点。嗯。我们两个是吧、不是，你们两个合作都比较辛苦。嗯。嗯。嗯。好吧。但是可以合作。大概2年嘛。行行行。不要告诉他。
嗯，不告诉你。两年之后你们一定会发生变化的。嗯。行。好吧。那行。好了好了。20万左右可以是吧？差不多了，嗯。行，台长，你能给我看？要找律师，听不懂啊？找律师。嗯，找律师，知道。还有什么？你能给我看一个亡人吗？赶快讲啦。王，三横王，芝麻的芝，然后称是王字边旁，就是深浅的深。去掉三点水，改成王字边旁的那个。坤呐、啊，那个字念。王字称就是王字边旁一个，就是深浅的深。啊，是这个称嘛？啊，要称。对。王字称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去世掉10年了吧。王字称。哦，他还好，在阿修罗。嗯。在阿修罗，那还要给他画小房子吗？最好吧，最好84张。在84张对吗？嗯。谢谢台长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行，谢谢台长啊。再见，台长。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打进了吗？又挂掉了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喂。哎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今天电话不知道为什么。整个是跳跳。好了，我不管了，抓争分夺秒，跟大家讲一句经文也好，对不对啊？每一天要学，每一天要用，每一天啊，要深信因果，你就不会去找因。喂，你好。嗯。喂。你好。喂。哎。弟子给师父请安，谢谢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嗯，弟子今天问一个亡人。啊。嗯，他姓范，叫范姓毛，草头范，姓姓的姓，毛是毛主席的毛。刚刚去世，今天第49天。男的女的？他在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范姓毛，我看看啊。嗯。哇。哦，这人很厉害哦。他呢？他儿子媳妇给他烧了1500多张。哎呦，这个人很厉害哦。哎呦，这个人已经在，无色界天了，已经等于、哦、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已经要到等于已经要超出六道了，已经嗯。他弥留之际，我弟子给他打通过一次电话，请师傅看，是不是说他很难救回来，然后他儿子第二天给他放生完以后，正好是初十五，嗯，他就往生了，看见吗？往生以后就是，我跟你说，收到很多同修的小房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身上长翅膀哦，嗯、我刚刚看见他长翅膀哦，厉害哦。哦。嗯。那师傅他有机会出六道吗？我看看啊。嗯。是不是个子不是太高啊？嗯、对的，个子不高。哎圆圆的脸，对对，圆圆的，眉毛短短的，不是很长，对对，很慈祥的，哎，很慈祥的，鼻子倒蛮高的，嗯，嗯，对，有啊，他有机会啊，嗯，人很善良，一辈子基本上除了脾气倔一点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他，嗯，对。他那个最后几年都是在修心灵法门的，非常好，念经。他能够到这么高的位置，说明他已经最后几年修得非常好了。嗯，感恩师父。嗯，他们全家都是您的弟子。啊、哦，太好了、嗯，太好了。他现在在天上。他六道的话，家里还需要帮他做些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如果要超出六道的话，帮他大概念108遍礼佛。
108遍，他们之前给烧了261遍的礼佛。嗯，好的，我让他们家人再为他那个念诵。好吧，他这些业障消掉之后，他就可以上去了。他现在呢，他妈妈气量很大是吧？嗯，他老婆好像已经去。走掉了啊、哦，那就没事。嗯，我就讲给你听，他就是过去有一个情人，嗯、这个情人，嗯，这个冤结还没还完，嗯，他的子女那就是通过礼佛对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的子女应该知道，好吧？哦、嗯，小房子再念一点吧，再给他念一点吧，嗯。嗯，大约多少？78章，再冲一下，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太感恩师傅了，嗯，太感恩师傅了，弟子没有其他问题了，就问这个问题。好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师傅保重。好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你好。你好。师傅你好，弟子向您请安。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谢谢。师傅，今天是看图腾吗？师傅。看图腾。好，师傅，我想要问，帮同修问，她是1980年属猴的，女的。啊，想问什么？她想要问她的孩子超度了吗，师傅？80年属什么？属牛的。属猴的。猴的。嗯。超度了，她很干净，嗯。哦，因为她好，感恩师傅。他现在身上很干净，听得懂吗？很干净啊。他现在身上很干净。好好，感恩。我看他已经好像没有男女之事了，他嗯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嗯。师傅，他的业障比例多少呢？师傅。业障比例27。27。嗯。图腾颜色呢？属什么？80年属猴的。好，白的，白猴。白的。嗯。好，师傅，他说他的意念一直不好，他想请师傅指点一下。他是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我看看啊。嗯。嗯，正在改进，比过去好很多。嗯。嗯。好吧，比过去好很多。明白了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、嗯。师傅，慈悲看一个亡人，他叫林梅香，双木林，酸梅的梅，香味的香。林梅香。2012年，嗯，2012年过世的。林梅香。林梅香，林梅香，嗯。叫他好好再念，他需要念吗？就是你还要帮他念呢。他现在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也是在中阴身啊。啊，还在中阴身啊？啊，同修的母亲。对呀、啊，同修的母亲放不下，他可能上辈子跟一个外国人有感情。那需要。再念多少呢，师傅？我看一下啊，89章。89章。好吗？嗯，好好，感恩你，嗯、师傅。嗯、师傅，我曾经有梦到师傅说，如果做完男女之事，夫妻之事，会业障很升得很快，是真的吗，师傅？是啊，做畜生呀，畜人人人人经常做畜生事情，当然业障就上来了。哎，这种事情不能做的，很脏啊，太脏了。你说脏不脏了？你告诉我脏不脏了？好了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你师傅，感恩你师傅，师傅保重身体，师傅。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嗯。
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您好。你好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谢谢。啊，师傅请帮一个同修看一下，他72年属猪的，看一下他的乳房。嗯，长东西了。哦，长东西了。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有块。嗯。对对对，他好像是乳腺增生之前是。对，就是乳腺增生，偏右面。嗯。哦。嗯。就是乳房的偏右。哦，好的，我会跟他讲。嗯。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呢？嗯，至少108张小房子。好，然后放生。他鱿鱼吃的太多了，嗯。鱿鱼啊。啊，年轻的时候，嗯。好的。有鱿鱼在他的乳房上面。好的，好的。灵性，灵性，嗯。嗯嗯。好吗？然后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230条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请师傅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同修，他是84年属鼠的，看一下他的婚姻。一般呢，不是太好。哦，他将来还会有男朋友之类的吗？会，还会有一个属狗 的，以后哦可能会碰到一个属狗的，叫他千万不要随便抛弃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感恩师傅。然后师傅能不能再帮我看一下我妈妈69年属鸡的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她情绪很不稳定。当然有啦，没灵性怎么会情绪不稳定啊。对对，她就是感觉就是对家里面的那种态度，那种情绪很容易就爆发，就动不动就会发火啊什么，一下子要喊死什么之类的那种。嗯，忧郁症。哦，忧郁症，我知道。嗯、感恩师傅，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76。76张，好的。嗯、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1300条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。感恩师傅，师傅请您保重身体。好，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师傅再见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然后帮同学问一个亡人。嗯。于广江，2012年往生。什么鱼？干沟鱼。嗯，广是广州的广，江是长江的江。于广江，他那个2012年往生的，已经烧了有2000多到3000张的小房子。嗯。想问什么？想问他在哪里啊？嗯，对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于广什么？于广江。于广江是吧？哎，对。死的时候是内脏出毛病啊。 嗯， 嗯，他那个已经烧了有2000多到3000张的小房子，是2012年往生的。嗯，在阿修罗。哦，在阿修罗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一共850张。还需要850张小房子啊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再看一个莲花，他怎么会有沙叶的了？哦，他如果没沙叶他应该上去了，他有沙叶。嗯，
哦，因为有沙叶啊。嗯嗯，好的好的，好吗？谢谢师傅。师傅再看一个那个71年的猪。71年的猪啊？哎，对。女的男的？男的。想看什么奖吗？他那个莲花号码是12014。嗯，想看怎么讲啊？他的莲花，莲花啊，看莲花，12014莲花号码是。好了。他的莲花枝还在天上呢，嗯。哦，那个现在莲花长得怎么样？一般。哦，业障比例是多少？29。哦，他身上是否有灵性？有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业障比例是吧？哎，刚刚已经看了业障比例，我说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84。嗯嗯，然后师傅看一下他的那个图腾颜色。嗯，蛮好，现在这个足球场蛮好，嗯。啊？我看到了一个足球场。哦。嗯，这小孩子上辈子应该跟足球有关系。哦。嗯。师傅，看一下他那个弘法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，就是在修行上。不要乱讲话。有缘众生度，哦、没有缘众生，他会受伤的。嗯，人家讲。因为他那个经常。出去帮助大家，对呀、啊，帮助人家是好啊，帮助无缘众生他就会受伤啊，嗯嗯嗯嗯，刚才师傅看的那个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？几年属什么？71年的猪，白的白猪。嗯嗯嗯，师傅还可以看一个莲花吗？可以啊。25423。25423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嗯，也在。在。嗯，长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这个长得蛮好。他的那个业障比例是多少？28。哦哦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好了好了、嗯。感恩师傅，嗯，谢谢师傅，好，再见，师傅保重身体，嗯，好，再见，嗯见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广告之后，再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。